好，《淮海名城》的第三幕，汉前121年，佛窟，罗侯双使西行至大漠深处，即使后拥梦入佛窟，梦遇古神白鹿，方知人偶亦有情。然境虽一池，悠悠大梦虽难分。他是祭司，宾礼只是他的见识。这洞窟中每一处塑像都本可能不是此刻的模样，除了你们。我们以后或许也会变成别的样子。鸾，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？总归不会是单纯为了感慨世事多变吧？百年后，这里将尽是怨念。怨念？白日有苍狼守护，夜晚梦境是我的领地，只消我与苍狼在此一日，便不可能有你说这事。你莫是与那些所谓神将一般享有非此间之人。鸾，看来你我之事要之后再续了。冰离，你我奉尊神谕命，连通幽冥二界，在中原行游300年无果，而今才至西域，便觉察如此灵韵之地，着实峰回路转。若能借此地灵脉之力，构筑九天魂动仪，洞开天目指日可待。到时，我们便可迎接尊神御驾，将这冥界一扫而空。谋划得不错，但可惜此地的灵脉可不是想借就能借的。何人？我乃梦境之主白鹿，你二人擅闯，我当是迷途，步行苛责，尽早离去吧。哼，区区一冥界妖物也敢于尊神祭史前如此妄言，令离拜见。不逊本应严惩，但你非冥界之人，我当是不懂冥界的道理，饶你一命，但也不能白白放你出去扰乱旁人。入此狱者多为参神求祭之徒，所拜必有所求，所求即为所欲。今日我便以这狱来教你冥界的道理。憎恨小故，不忍愤怒者，谓之愤兵；兵愤者败。第一帧那个夫人也好看，我以为我是白怒呢，靠北。哎呦，我有用哦，射程两个。对范围内造成可为什么你是暗属性的？你们应该是光属性嘛，白鹿。这边有什么？没有。哦，有罗阎罗，有阎罗人，青煞鬼跟阎罗鬼。哇，霍庸，希望可以抽到他。可是我觉得霍庸在这边怎么有点弱智弱智的？见识领命。冰华飞刺有必要用吗？没必要。幽剑冥影，绝破之阵，这样子。见识领命。人有多言者，
有百蛇之声，人有少言者，有不知之户。嗯，我为何无法开口？嗯，怎么了？敌人已经失去。哦，需要先把后面人干掉吗？死神金丹。哎呦，因为我不想看效果。我们这边毕竟是体验剧情为主比较多了，嗯，应该不用。哎，为什么冰点没有守护啊？就没有帮他隔挡？啊，我记得他有一招是隔挡啊，啊，可能这他没有放吧。没错，一直过就对了。我将会冲过头，应该不会吧？不会。也有一个，等一下。今世之事取者，欲或不必，以后其事。不知为己雷也，唯恐其不及。及其待而至也，处弃之，迁徙之，亦以并矣。财货、权势、名利，冥界诸般皆为虚妄，怎能迷我心神？嗯，你行神妖术，让我见尊神受难。此为你心中所想。所以到底要不要直接杀他，还是要把小兵杀掉才去杀他？冰华灵剑刚不是用过了吗？触发灵剑，剑石领命。哦，小兵要杀完，这是。剑石领命。哦，这流血好痛。媚春风兮发仙容，结斋四兮会阴生，赠我如此兮，不如无声。冰离，为何我眼中皆是你？剑石领命。剑石领命。剑石领命。
比你真的强。哦，没小兵了。越设，这些幻象便越凶烈。你执念慎重，可所生出的幻象如此淡薄，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了。我二人为尊神所赠一半权柄的奴仆，怎会受你这名士所崇的虚假幻神侵蚀？哦，虚假幻神，白鹿是信仰所生之神，是因崇信者的心念而生，和眷族念化罗侯神没什么差别。你若觉得我是伪神，那罗侯又是什么？你怎敢妄言尊神？尊神以创命之法授我二人生命，此等伟力岂是你能对比？原来你们是罗侯的造物，可你既已生，也已有自己之念，为何还要如此行事？原来如此，幻象淡薄是因那所谓执念只是假象，你不过是句连自己想要什么做什么都不清楚的人偶罢了。唉，罗侯也是这般无趣罢了，那你便醒来吧。